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博聖地之後咧，大家嚇博完聖，即係唔使博濕啦，而外國叫博濕 day 啦嚇，唔係博濕啊，即係要 pack 翻埋啲禮物。咁好啦，咁大家有冇收获先？嗱，冇收获唔紧要，如果你有下载坚仔咧，应该都有跟到少少啊。我嘅精选过关第七场咪同你讲咯，保罗成全 OK 啊，时间快啊嘛。啊，拍翻咧，原来又系翻版 Q 开翻条三元秘路，中咗300蚊 Q 之后过落尾关，谂住加应精彩嘛，啊，莫罗里拉手风顺实冇问题啦。嘿，点知咧，啊，咁啊竟然放得跟得快咧，咁啊冇咗翻嚟第三，唔紧要，啊，有只鬼上身讲俾大家听，伟达收翻周俊乐。明月輝煌，即刻彈上頸啦！咁啊，去到咧，哇，喺有個位置 Q 都有十倍，哇，中埋過關 Q 咧唔得掂啦，即刻有幾萬蚊，唔緊要啦，五千幾夠大家啊飲個靚酒啊，去食下好嘢噶啦。好啦，今次咧即係點同大家講咧，就係、是、喂，大家下載咗堅濟 App 之後，睇下啲咩碼，我要 point up 同大家跟進啊嘛，呢、這個先係最緊要嘅。如果你話，皇帝賽咧，亦都係啦。皇帝賽係六場一啊，六場八啊。咁大家點解紫色三呢匹要跟進呢？哇，佢冇漏集噶。咁但係咧，你諗下，喂，彭國年十二當家唔係好成績嘅丁冠豪喎、啊，即係買沿途走三碟，嚇、啊、入到直路咧，竟然都仲識衝喎、啊、紫色三呢匹啊，咁啊一度咧即係想出頭添啊，藍眼罩呢匹嚇，咁啊但係喂最尾都唔夠外面嗰啲衝啦，咁但不過都已經拋甩曬後面噶，評分有著數，咁呢啲馬你咪要記住咯，你唔記住下次又冇咗噶啦，咁係嗰啲精算過關幫唔到你手咧，咁我都幫你唔到啊，咁所以呢啲馬咧大家即係要 mark 翻低佢用堅仔賽馬 app， 咁啊堅仔賽馬 app 自己上 App Store、Google Play 可以 download 嘅。你話喂，咁我贏咗錢喎，跟住你有冇優惠先？都有噶上面男優維碼係，咁咧就有個電話，你可以 WhatsApp 我啦，或者問下，咁啊識我咧，梗係俾翻啲折扣你嘅堅仔台，係咪？咁啊好啦，咁啊今次咧節目時間差唔多咯，咁大家記得，真係要訂閱嚇。咁啊，如果唔係第二日有下次好嘢貼士咧，都話唔到俾你聽。咁啊，下次咧 point up 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